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文顿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Pokemon Go， 然后我那个限时调查任务惊奇冒险周完成了，冒险大挑战啊！啊，他的任务是，我第一个土忘了截起来啊，5公里、10公里、25公里，50个宝可补给站，还有和伙伴一起探索取得5颗糖果，好。然后就领起来了，我应该有录到吧？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宝宝暴龙，那这个好像12号会有时段开放在野外出现哦。这个要解田野调查的话，好像超麻烦的。哎，我忘记了，好像有一个是走路的，一个是什么来着？反正都很麻烦。那也没有开放异色，就抓起来开土嘛。进化就之后再看看了，要白天加50颗糖果。在白天进化，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那个什么冰雪龙，这我是不是应该啊？我没有黄苹果了，没得喂，等野外开放哦，然后那个可以进化一下超级化石翼龙啊，有加糖果的数量啊。现在已经升满了，所以加2颗。然后 XL 糖果的数量有增加吗？为什么没有 XL 糖？那这次要进化的话，是要晚上加50颗糖果。好，那我就最后的奖励就这样而已，5000经验。OK， 那这样就解完了。最后呢是惊奇冒险周冒险大挑战，好吧，那差不多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